The city is not dying. 其實說話係咁講啫。其實 dying 又好 ，is not dying 又好，你自己要去奮鬥，要去努力。十三歲追夢追到而家，我而家都72歲噶啦，今年咁啊冇分年齡嘅。你人生最緊要做咗你中意嘅嘢啫嘛。例如我啦，咁我中意唱歌，我將老師教過我點樣運氣啊、丹田啊、點樣去唱好佢啊，就要功當係熟咗佢咯。原來越練係越會進步嘅，嗰啲音樂喺我個腦海中越聽越開心。嗰陣時唱嗰啲唔係流行曲嚟嘅嗰啲，你淨係出去表演啊、校際比賽嗰啲咁嘅。啊，咁我中意咗音樂咯。呢個世界冇人最好，冇人十全十美嘅，你勤力努力，一路諗住你嘅夢想，係正路都去找你喜歡的音樂。我就跟很多人不同了，我的喜歡比較困難一點，好像過山車，人家很順的，我就玩玩高高低低，有時半路被人窒下窒下，多錢玩少錢。我想人始終都是健康緊要，跟住做好你自己喜歡的事，很開心，不可能拿人跟人比，人比人不可能的。你自己要克服了那些困難。不過始終提醒啲後生仔咧，唔好怕困難，跪咗喺度。我膝頭損過好多次人嚇，尤其翻身，又為咗面皮厚，我問下啊，你今晚呢度請唔請人唱歌啊？問啫嘛，你話唔請唔算咯。不過我相信一樣嘢，呢度閂咗個大門俾你咧，後邊有人開翻道門俾你噶，唔使驚噶。是看賺多賺少，我的夢想起碼近呢十年，由41周年41、42、43、44、45、46、41、48、49，去到49，如果話唔好聽啦，第50周年我又有少少唔舒服，停咗佢啦。咁啊，今年再開翻啦，今年個夢想達到啦，就開我跨越半世紀演唱會咯。佢哋做好嘢，俾咗個 title 我樂壇之寶跨越半世紀演唱會。咁啊，即係話俾你聽，我尊重我個職業。我是个宝，我不讲埋自己最好，但我多谢你哋唔当系草，不过我会尽力以赴做到最好，就咁啦，达到我呢个梦想。Not afraid anymore， 如再次跌倒，亦未尝不错。付出过，寻找过，迷失过，像最初认真过。最不枉的结果。